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古福音。那时候，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来见耶稣，对他说：“老师，求你能答应我们的一个请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在你的光荣中，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对他说：“能。”耶稣对他们说：“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所的洗，你们也必然要受。但是坐在我的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天主给谁预备了，就赐给谁。”其他十位门徒听了，就对雅各伯和若望生气。耶稣把门徒召集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旗手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是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在你们中间，谁若愿意做大人，大人物，就该做大家的仆人。谁若愿意居首位，就该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人服务的、服侍的，而是要来服侍人的，并且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许多人得救的代价。”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如果你看读经义，你会觉得说天主是不是有一点问题？耶稣是喜欢，好像看喜欢看我们受苦那样，那痛苦吗？如果我们人啊，当人啊，如果我们看到朋友、亲戚、家人受苦，我们也会觉得很可怜啊，就是要帮他们的嘛，我们也不愿意给他受苦的。所以如果我们人也会这样，难道天主也不会这样吗？其实我们不能说我们受苦的时候就是全部天主的错，其实没有。因为你要看读经义，它是写关于谁的？以赛亚先知书，它都是写关于耶稣的牺牲，就是他自己的痛苦，不是写我们。所以为什么他说要痛苦啊？看我们全部现在在这里，这算是蛮幸福了啦。然后还有家里住，有东西吃啊，还不错了。但是我们的祖先以前从中国来还是哪里来，会不会很辛苦？当然都很辛苦啊，很痛苦啊。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来到这里，然后一直工作，一直受苦，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吗？没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努力去工作，去做事，是因为他们要下一代有一个好的、比较好的生活。我们也一样啊，我们这里为什么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就是我们希望下一代会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其实牺牲自己痛苦，那些效果是
不是我给我们自己。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说我已经努力了很多了，我工作很多了，现在我可以享受一点，没错，应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 完全自己享受也是要 留给下一代的。你看今天的福音，耶稣为什么对雅各伯跟若望这样说？你看雅各伯跟若望啊，他们思想跟其他门徒一样，是属于这世界的思想，因为他们是当耶稣就是救主是，但是他们当时他是好像世界的王那样，王的左边右边是最重要的，谁在左边谁坐在右边是最有权力的，因为王就是听他们说的话。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我们要做最大的，我们有权力，其他要听我们。他们没有想到天主的国不是那样的，而且那时候他们也不是很了解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每次说人只要被受苦，但他们没有想到真正苦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所以当耶稣问他们，我喝的杯你能不能够喝吗？我受的洗能不能够受吗？他们是说能。他们答应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真正去想能不能喝能不能够受，因为他们答应了就会收不回了的。我们答应，我们当我们天主问我们问题，我们答应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不完全明白，当我们答应的时候，后来我们做不到也是很难。但是那些门徒就是后来就成熟了，就发现到天主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他们所受的苦也不是为他们自己，就是为了创造新的一些团体。所以看每个门徒他们出去变成宗徒，他们出去就是有不一样的团体，他们就是受苦痛苦就是为了这些未来的门徒。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给下一代更好的世界。但是我们要不要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了，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最后一句也是很重要，所以要做最大的，要做大家的仆人。我们有些圣堂很多人是想抢地位的，有些圣堂没有人要做的，所以有些呢就是全部都要做，有些什么都不要做。但我们要记得无论有权利没有权利，有什么地位也没有，名什么也没有，我们最重要是要在背后静静做事。如果我们这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赞美赞颂也没有用的，因为以后也人也是会忘记的。以前很出名的人我们记得吗？不记得的。有些名我们讲出来名字也是忘了。所以我们的名耶稣说很重要，不是留在这个世界，我们名最重要是在天上。当我们名在天上的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成功的做了一个好的仆人。我们祈求天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宠，给我们智慧分辨该做的事跟不该做的事，而且能够接受我们的所为受的痛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痛苦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It's a short summary now. The first reading, the first line talks about God, something like finding joy in the sufferings of his servant. Now, God is not a sadist. Okay? I don't think God delights in seeing people suffer. Right? Just like us. When we see people suffer, we also cannot, we can't take it. Right? We try to help, we try to sympathize. Even people whom we don't know, when they suffer, we feel bad for them, we feel for them.
So if we humans can feel that way, how much more God can feel for the sufferings of others? But because the prophet Isaiah, that when he talks about the suffering servant, it points towards Christ and his mission to suffer. But what does he suffer for? The redemption of humanity, the opening of heaven for us. That is pleasing to God because he's saving all of us, giving us a chance to go back to the Father. But if you think about it, is suffering really bad? When our ancestors came over to Malaysia, wherever we are from, you know, some of us came from China, from India, or wherever it is, they don't really have a good life. They have to suffer, they have to work, they have to toil, but for what purpose? So that they know that their descendants will have a better life in this country. Every country has become better because of the people who have gone before them. They are the ones who made the country better. And so, suffering has its value, especially when we abandon ourselves to God, to know that whatever we do, the fruit is enjoyed by those who come after us. And this is why we keep laboring, we keep toiling, we keep working, so that we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and better place. It is not perfect, but it will be better. Just like any community. And even though in the Gospel, John and James, they can promise Jesus that we will drink the cup of your suffering, we will receive the baptism of your suffering. But do they really know what they are promising? Do not know. But at the end, they find out. Of course, they pay the price for that. But then Jesus never said, if you do this, you will sit by my right and left. No. But because of their worldly thinking of how the kingdom of God should be, their intentions have to be purified. And it can be purified only through suffering. Suffering is not always bad because it in a way purifies us and purifies our intentions. And to help us realize that we are not living for ourselves only, but we are living for others as well. Whether we are in a community, in a parish, in a family, wherever it is. So we pray for the wisdom of God to understand and to accept that life will always have sufferings. It is not about running away from it, but to embrace it as part of our growth, knowing that it will strengthen us and it will produce fruits that will be enjoyed by future generations.